瑶儿，冷静下来。月儿，上了擂台，小心一些，认真对敌，不要有轻视之心。好的，师姐，我知道了。你都已经说了好几遍了。你记住就好。龙轩，师姐，你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你仍要小心应对。刚才。 我感觉方寒身上气息圆满，只怕实力已不在你之下。我与方寒师弟有过交流，师姐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嗯。山河榜交际，是我羽化门定下的规矩。